人不疯狂枉少年，这一句话呢一直来都是我的左右铭。20多岁出头的我就读大学，只是跟随父母的意愿，一旦课程乏味我就会迟到早退，如果感觉情绪低迷我就会旷课缺席。可是就那么一件事改变了我一生。那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 IBO 吗？IBO 是吗？ IBO 就是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啦，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第一次卖出他的股份。但是 Mr. Tan， 我跟你讲，要上市一间公司这样赢咩？不要纸上谈兵，不然低个点。好 ，Clarence， 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一个 CSR program， 目的呢是帮助孤儿院筹款。那你就提出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案给我们吧。哎，简单的老师，做个义卖会，又可以赚钱，又可以自力更生，两全其美，嘛可以喽。不错 ，Clarence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给我。孩子呀，你谁叫你做聪明？神哦，无端端多做一个 assignment， 我已经很多东西没有做完了。我叫你，你不是讲你的 college 有一个 II 那个的，你叫他做，对吗？你可以跟他讲，做完这个哦 ，resume 嘛漂亮一点哦。你中哦，你们。够了。哇，帅呀 bro， 不愧是 developer 的孩子啊！你爸爸 developer 来哦？没有啦，小小的 contractor 而已，我也很久没回去看他了。不用回来啦 bro， 你看我再这样，他表儿不是很好咩？来喽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时间，你们都可以走了，除了 Madison 和 Clarence 留下来。Clarence， 我已经把有问题的地方都圈起来了，你回去改一下。至于 Madison。我需要你做一个关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形象报告，下星期交。喂，我不是在忙保密了吗？有啊，我总不可能到处跟人家讲，Cancer assignment 是我做的，Cancer assignment 是我做的，不可能吗？那为什么老师会知道？我哪里知道哦，老师应该不知道的吧？如果老师不知道的话，为什么只叫你跟我出来？帮我追出来 ，OK， 帮我改啊 ，OK， 可以。我也是有自己的东西。拜拜。喂，这么将就的顾客嘞。OK， 可以走，去。不要了。OK， 去那边，那边，过来点。那边好玩，那边好玩。Hello， 我是。OK。OK. Great content is not great until it reaches the right audience. SlideShare has more than 5 times the traffic from business owners. 德德，如果开的话，需要多少钱？以你爸爸现在的情况，我觉得至少需要100,000吧。刚才我教的东西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没有问题？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？没有。没有？好。今天我所教的东西你再做一份 report 给我。医生说我爸爸患上了脑癌，就因为这样很多商家开始拖欠我爸爸的账目。而我在努力维持生活之余，也必须想办法为爸爸筹一笔医药费，这将会是一笔庞大的费用。以我目前经济的状况，我真的不懂我可以撑多久。人要是没有摔倒过，就不知道谁肯扶你一把。在这时候，我终于看清了谁是我真正的朋友。至于 Mr. Tan， 我都会尽量避开他，不想跟他任何瓜葛，免得又要我做一些额外的功课。
这一路走来，他都一直针对我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另一方面的我必须兼顾考试，因为我打算申请奖学金，希望可以把部分的学费豁免。对于来临的期末考试，我已经做好自己该做的准备，剩下的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喂 ，Mr. 呢？怎么没有看到 Mr. 呢？不要急迫啦你。好，考试正式开始。哎 ，Clarence， 恭喜你，你申请的奖学金已经批了。Miss Tan 有把你的作业给我们看，我们也很满意一下。可是 ，Clarence，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给你知道。Miss Tan 今天早上遇到车祸，我觉得该去看一下她，毕竟她也帮忙很多。Miss Tan 也把作业给我们看了。Clarence， 你眼睛惊啥？老师，刚刚护士帮我换了床。哦，但是，老师，你怎样知道我爸爸有事情？哎，你看 ，Madison 来喽。哦，是你，我老哎你，是我啊，是你帮我是吗？没有，是啊，明明就是你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哎，可以来，啊，老师 ，three, two, one, smile。